非常惊讶今天听到苏涵的有这个的一面，因为我们上一次听到你有这样的高音都是用假音，而且飙得非常尖，非常好，非常准。慢慢习惯放弃了抵抗，但是你这个嘴巴嘴巴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地表最狂，是地表最忙。忙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不唱歌，华少可能也会担心你抢他生意。他也是地表最忙最忙的鼻祖，是这在这里。我忙不忙，主要看节目火不火，广告多不多，跟你不太一样。哦，今天我本来一想起来黄金甲，我说，哎呀，这样的底，就是这样的音乐底，会不会被盖住？但是完全没有，很燃。